今天啊，有很多粉丝，有很多老铁啊，私信我说他不会吃海螺啊，我现在教你一下啊，看没有，这个海螺啊拿过来啊，要把这个盖去掉，嘿嘿，这个盖是不可以吃的，要去掉的啊，再来上一个，再来上一根筷子或者是一只木棒啊，塞进去，看没有，再来上366度的旋转，看没有，完好无损，嘿嘿。吃海螺啊，要把海螺的苦胆去掉的啊，海螺的苦胆去掉，再啊，这个海螺的肝啊，要这样的去，海螺的肝要把它挤掉，给个双击呗，学会了吗？给个双击，给个吧，支持一下。